是我们先排的，你插什么队啊？他插我们队，然后说不用你走来，先生你转头过来啊，你不是很有道理吗？你插我们队耶，你是比我们晚来耶。快点拍啊！要拍啊！有超市嘛，对不对？插我们队还敢那么嚣张？刚才不是很凶吗？我没有凶，我是跟你讲道理而已。你插队要跟我讲什么道理？谁插队了？我原本就在这里，你比我晚来，你继续再拍是吧？你继续拍，好，你继续拍，你不要讲废话，你不要讲废话，你继续拍。我比你早来，我一直就站在这里。我们刚才是排在那先生的后面，你从我比你早来，你从我们这边插过去，然后跟我说你比我早来，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讲道理，是你不讲道理。你插队过来，你要跟我说你讲道理。我讲道理，是你不讲道理。他就说他比我们早来啊，刚才是从那边插过来，然后的确是比你早来啊。那问那个先生呢？我一直站在他的后面。我们刚才先排队，然后说站在他后面。我刚来的时候的确没有看到你耶。对啊，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你耶。然后你跟我说一来就说你比我们早来，你怎么不说你昨天在那边站排队就算了？真是有个阿爸，有超市的吗？